锵锵三人行，哎，文道一来就注意到了我们准备的材料，你看我这就是锵锵三人行的材料，对，官员、情妇、马家辉、朱又廷，按照文法的这个同位词的意思，就是官员是马家辉，情妇是朱又廷。哎呦，果然跟马博士说他一不在我们就说他坏话。所以啊，这个什么这个做主持人是很不容易的，是吧？经常会引起一些误会，真的一些误解，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很难说是误解了。现在这个全世界声讨俩澳洲那个电台主持人呢，也彻底没法做人了。咱们先看这个三张照片啊，全世界现在都在议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看，事关呢凯特王妃怀了个孕，对吧？这是她老公了啊，在医院嘛，住院嘛。然后呢，俩澳洲主持人说是恶作剧，模仿英国女王和查尔斯王子。就这俩，这俩说是一种广播剧，你知道吗？就是，好，打到医院，那种恶搞电话秀嘛。结果46岁的一个女护士信以为真，把王妃的这个孕情啊全说出来了，结果据认为啊，很可能这个女护士是觉得太丢脸了，在网上疯传呢，觉得太丢脸了，自杀身亡。这是这位46岁护士的家人，留下两个孩子，她的老公说，我现在失去爱妻，心力交瘁。然后这俩澳洲这个主持人呢，他10号出来了，尤其是那女的说这个崩溃了。当然他完全想不到啊，这个我觉得整个是擦枪走火吧，像他们认为只是一个恶搞，这是在美国的一个恶搞情境秀里面常出现的事情。而且他们说在他们之前有太多组的主持人，可能 maybe 在澳大利亚，我不知道是在美国还是澳大利亚，他说已经做过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模仿的口音很差劲，所以观众还觉得你这种那么烂的口音还敢去套消息什么。他们完全把它当做一个就像是我刚刚说的是实境秀在做，并不是像我们说我们记者去套消息那种私下利用这种手段去套一些真实的消息，在予以其他的一个证实以后再播出，他是整个就把这个就当做个秀在做处理，就把对方无意的一个对方变成了你节目中的主角。但是这我们就叫玩线了嘛，就是说这个人家讲了，你光怨这俩主持人吗？这不是直播节目，他是录音播出的，他后头有领导啊，领导决定播出的呀，对吧？或者你这么玩，总是你有一个台。可是问题是，你回想一下，假如没有最后不出现这个护士自杀这件事儿的话，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吗？其实没有，大行其道，对吧？而且关键在于，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做媒体的，干这一行的，我们大家都没做过这种恶搞节目，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节目到处都有。我们有谁做这行的人，有谁猜得到我这么一个恶搞电话打出去，出来的后果是这个女护士会去自杀？这个就好像坦白讲，这个你是完全没办法预料的。这个就好像说狗仔队，他这么拍多少年了，但是他永远也猜不到戴安娜王妃会被他追死，对吧？他难道想吗？真出了这事儿，他也傻了。我前阵子看到了一个也是不知道是德国还哪里的一个整人节目，这整人节目就只是把一个电梯啊弄成一个鬼电梯，他让一个60几岁的老太太进到电梯以后，那电梯突然停电，然后等到这个停电的时候，放了一个鬼娃娃，真的女孩子啊，她扮成一个很鬼的娃娃，站在电梯里面不停的对她尖叫，就是一个鬼故事的情况。我在想，如果那60几岁的老太太真的被吓死了，她被吓到，但是我想，如果她真的心脏病发被吓死，那这个节目可不可以存在？所以我一直说，大家在玩这个道德的边缘的这个时候，都没有想过它最可怕的后果会是什么。而如果这最可怕的后果你可以接受，你再做呗。但他们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可是我在想，这叫我们要用一个一个案例来分析，不能具体笼统的讲原理。因为我觉得你说那个例子啊，我觉得凡是我们做节目，马上有个本能直觉说，老太太、老先生这玩意儿可不能随便下，对不对？这会出事儿。但是你坦白讲，我真的不会预料到或者能够计算到一个护士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公众压力会自杀。因为内容是有关王室，就像如果今天一个医院把我们领导人的病情泄露出去，而且这个当然这还是好事，是喜事，那如果是一个不好的事泄露出去，你想看他那个他会承受到的压力会是什么。我们可能没有住在英国，不知道那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护士本身一定有那种丢工作的感觉。其实不会，因为那个医院也一直说他们没有任何人需要受到处罚，而且英国的这种王室消息简直是无日无之，一天到晚英国狗仔队多厉害。就你从英国的那个标准来看，这个护士遭遇到的这件事情
简直是芝麻绿豆。我觉得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他可能本身也比较脆弱一些，嗯，然后跟着是一辈子，他可能比较是属于安静内向，忽然被推到公众面前这样的时候，他整个不适应了。你看，这就是文道说的这个人事无常，人无常。你知道，其实干咱们这行的人，慢慢你都觉着没什么风险了。你说啊，所有的男主持人都拼了命的要幽默，要搞笑，对吧？我跟你讲，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哈，会觉得我可以讲很多笑话，对，但是现在随着年龄渐长啊，越来越不好笑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见得多了呀，你想别人想得多了之后，你就会有这种不安全感。你觉得谁听了我这个笑话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你这个人顾忌会变，顾忌啊会越来越大。有时候你初生牛犊的时候，你觉得拿他开开玩笑有什么了不起，对吧？哎，但是呢，这个人越上岁数越胆小，实际上是你考虑别人呢，考虑多了，考虑多了。所以你这个就真是没办法。我现在发现电视啊，就两件事儿，一个你让人笑，要不你让人哭，就这俩就有收视率，对吗？好像这人不喜欢情绪正常，对不对？要不你有哎，两个如果真要相比啊，我宁愿选择让人笑，嗯，是。也笑比哭好嘛，对，但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人笑啊，这个节目，对，这个电台节目其实是希望让人笑。而且还蛮妙的，这个澳大利亚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民众50%以上支持 DJ， 澳大利亚人现在不是澳大利亚媒体现在也骂说你英国人最虚伪了、哦、你们整天的那个狗仔队都窃听了，他们搞皇室搞得比这个厉害几倍。 对，现在都来骂我们。所以我就说跟咱们这个中国很多时候说这个危机管理一样，就是你这个县长你别出事儿，你平常瞎玩我们也知道，对吧？你别出事，你玩出个干露露你这台就得停播，对不对？你没出事儿的时候你早就这么播了，我们也没说什么。对，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常说嘛，这个贪官倒了是因为他倒了，所以他成了贪官了。这说得好。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观众需要什么，这个事情啊还真的是很有意思。我现在就是特别想谈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以前也谈过，就是啊，中国电视包括中国电视剧和中国的这个电视节目，我认为存在一个哭爹喊娘的现象。这个哭爹，你有的时候你在电视你就这么翻啊，好家伙，这个嚎啕啊，哎呀爹呀妈呀，真的是哭爹喊娘。你说是电视剧吗？电视节目也有，电视节目也很厉害。而且你知道啊，这个你说这个话你要很谨慎，嗯，因为有许许多多上电视的人，他在电视上流泪啊是真心的，是，对吧？这个不能够污蔑人家。对，但是呢，我认为时至今日啊，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人，他心里很清楚今天的任务就得哭，嗯，你或者你把大家弄哭了，你要不哭你这个任务啊没有完成。我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因为我作为主持人，我在我这么多年的行业生涯里，我就干过这个事儿。广告之后我可以跟你讲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2700年酿酒传承，800年原名教职，3代国家酿酒大师，珍藏十教，口子教。热情绽放的笑容，你我投入缤纷中，颜色是开就能懂。受澳门动容时刻，雪花春生。
我是说这个我这个人哈，其实我挺爱哭的，对，但是我是特别爱哭的人，你知道吗？我很符合这潮流，是，可是我有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我觉得哭啊，我只会这个没人的时候，背着人自己的时候才会哭，很容易哭，可是我从来没有啊在公众场合能够是流眼泪。你就是再感人，在公开大庭广众之下，这我真的就是一辈子也做不到。但是我做到过什么呢？让人哭。所以说我就觉得，你看大概十几年前了，比如说我在某个地方我主持一个晚会，当时这个导演就是这样啊，上来一个勇士吧，一个死去的牺牲的勇士的妻子和孩子，那么你作为主持人，这导演就说这个这是动情点，这是动情点，下指令，你得把他说哭了，你不能就那么到最后呢，我不仅把他说哭了，我把全场观众都一半都说哭了，太成功了，对，就是这样，你知道吗？然后呢，完了之后，导演就说：“哎呀，窦老师这个功力是吧？说让人笑就让人笑，说让人哭就让人哭。”那你看我的心态，我一方面觉得在职业上，哎，挺成功，但是我另一方面呢，好像我又更加厌弃这个职业，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很卑贱，就是。是做出来的，就人格，这个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超的情绪嘛。是，但是反过头来啊，我也觉得我们不要太低估观众。就观众今天让你逗笑，让你逗哭，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什么意思呢？是观众需要哭，对，而且他哭，你说他，哎呀，你这么把观众弄哭了，然后说，而且这一切都是计算的，你觉得你很卑贱。但一方面，观众他也得哭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观众呢。他那个哭完之后完全不表示他会有任何人格上内心上巨大的转变，不，他哭完之后继续接着看个黄片啊，打个麻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别说，有没有注意电视广告，有时候看现在有的电视广告拍得很好看，有的广告比如说故意拍成像个小电影似的，两三分钟微电影那样子，然后香港最近不是有广告片，他们说什么特别感人，然后啊，两三分钟播完了，催人泪下完了，哎，下一个广告片也拍得很好，那个广告片是人见人爱，觉得太好笑了。你想想看，你把广告时间，广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仔细区分，这个广告是要笑，这个广告是要哭，这个要笑，这个要哭，你等于两三分钟之内，你的情绪是跟着它，是这么走的。所以电视是这样的，在改变人的情绪、啊。那么慢慢的呢，我们其实每一个现代人的神经啊都很粗壮，就是说我们也真的笑，也真的哭。但那又怎么样？就今天人类的这种哭笑反应已经离实质内心很远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内心影响。而且我觉得情感也是会麻木的，就是说、观众如果第一次看到真情他会哭，但是如果你这个节目不停的煽情，我久了也会觉得累不累啊？就是我也不想每天看节目，这个心情压力这么大，每天都好像哦，就觉得这个世上充满着苦难，或者是就这么多不幸的人，那种感觉被操控你也不喜欢，所以他得再推进，比如说就大麻抽惯了，来个 LSD 吧，对，如果再高烧一点，你可能还得让观众这个休息几阵子，然后再来一个，你的节目也才会有可看性，不然你永远都是一直高，那就等于不高了。不是，我真是觉得啊，我就是哭得太多了以后 啊，我不由自主的，我又想起我们孔子所说的，叫做乐而不淫呐、哀而不伤，就是说你这个哎，我以为是我自己想到，可是你在网上你点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爱哭？我这一点我才发现呢，原来不是我发现的，原来很多人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中国人在各种场合，不是说外国人不哭，但为什么我们哭的尤其多啊？就不论是领奖，还是领奖也哭，什么上节目也哭，访问也哭，什么得哭，你怎么就？所以我不得不引用，就说是莫言在诺贝尔颁奖词里边演讲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你看啊，他这个话呀本来是表白他自己的某种态度，但是我就用在这儿。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然，在咱们这个社会，没人允许你不哭了。但是我是觉得，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哭呢？
我觉得刚开始在中国社会是不是我们看不到真的故事，就是说你在你的平常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必须要奋斗你的工作啊，或者很大家都是假面假面，尤其现在这个社会不信任感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你出去出了家门你看不到真的事情，法律不是真的啊，你觉得你的同事也不是真的，谁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在电视上如果看到故事如果是真的，然后这个小孩这么真诚的唱出了一个声音，或者是他真的为了他的爱妻足够那么高的高墙，那个阶梯有没有，是不是爱情天梯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中国原来有真的事情，所以你动容了，因为那是你最内心其实想释放的感情，但是你没有，平常你必须要遮掩，所以你被因为电视把你释放出来，所以你就说电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我爱看一个电视剧，我都把它看完了，叫《悬崖》，就是那个小宋佳和张嘉译演的，还获奖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啊。你看我看完了，就说明它好看，有好看之处哈。但是我仍然会觉得，你看中国的这个电视剧啊，比如说两个人要告别，恨不能得有五分钟这告别。两个人得说说我们俩走了之后怎么怎么样，哎呀我怎么怎么想你，你怎么怎么想我啊，哭一通抱一通，他得弄。可是我又想起来啊，这个美国的电视剧 24 hours 小时，那个里边也会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英雄，他跟他的女儿，他可能离了婚，跟他女儿因为他为国奉献常年不能见他的女儿，但是跟他女儿在警察局见到之后啊，临别他又要去执行任务了，那么哎，人家就几秒钟的一个眼神，人家那叫24小时在读秒的节目，对吧，节奏很快，没时间跟你串台五十集、啊、拿五分钟恐怖分子炸白宫都才是30秒，你告别告五分钟，可是我就觉得人家不砸电视机，人家虽然美国电视剧也挺俗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感情我怎么就会觉得更，你说是高级还是什么，就是说哎，一个妇女之间一个眼神，告别的老美告得好，我们观众尽在其中了呀，就都明白了呀，他为用不着哭哭，哎呀我怎么怎么着，对不起你啊，他不用这些呀，为什么我这个我们以前好像聊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中国现在这十几年有一些形容词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有个形容词我常常在官方媒体的报道里面看到，叫激情，嗯，对不对，常常说某某领导说话他激情，说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些像李春城啊这些因为贪污啊什么被搞下去关，看他们之前讲过什么话，那报道讲他们说在什么反腐大会上面他激情的表示，就根本每个官员都很激情，然后什么什么也很激情，就你发现中国的从官场到主流媒体到一般充满这种情绪化的形容词，那个情绪都是非常剧烈的，就整个就是不能节制的，不能中庸的，我觉得这是今天中国人的一个情绪状态，就他只能这么高要不这么低，他没办法很中道，你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当前新领导班子要纠正的就是这个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将上市，敬请期待。北京现代，顶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哎，刚才就文道讲的，就让我不禁想起英国人，或者说是日本人。虽然咱们觉得他们很压抑哈，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是哀而不伤，就是你觉得是一种什么范儿？就你觉得吗？人英雄不那叫什么呢？有泪不轻弹呢、啊，是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那你如果整天见天哭天抹泪的，你这个眼泪是不是还那么值钱？
就有这么一个。而且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刚才讲到这种情对情绪的审美啊，你看我特别让他们找出一段片子，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的葬礼上，在中国你要这样你被人骂死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追悼会上都要幽默，这就是美国人的这个幽默。你可以看一段，你可以看一段。From there, Michael called me one day and said,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being in a video, Remember the Time. But I had to double check with Jackie to make sure it was really Michael, because I was scared to death to go over to his house because this was my idol. He was everything to me. So I went over to his house to have dinner. The chef came out and said, what would you like? I said, some grilled chicken. So as we began to talk about the video and what he wanted me to do, the chef bought me out the grilled chicken, but he bought Michael out a bucket of Kentucky Fried Chicken. And I went crazy, like, wait a minute, Michael, you eat Kentucky Fried Chicken? That made my day. That was the greatest moment of my life. This 一幕曾经留给我很深印象。文道，你说说，这又是一种什么文化？其实这是很常见的嘛，就是一些尤其一些大人物去世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拿他的生前的笑话拿出来开玩笑，让大家记住的是要记住他的好玩的美好的一面。只要你那个笑话有这个作用，当然也有时候有人在葬礼上说笑话是要真的是嘲笑那个死者，但是也不坏。其实就比如说爱尔兰人就很爱这样子嘛，但是那个就是为了让人觉得这个人这家伙这混蛋他当年骗了我钱拿了我五块什么什么，但是那是种无伤大雅的。这跟我国真是国情不同，就国家的感情不同。对，国情真不同。可是再回过头来讲啊，中国人以前恐怕也不是这样，就中国人从来不会像他们这样在葬礼开玩笑，但中国人从来也不是那么的情绪剧烈的。就我们看以前的那清末的那些洋人传教士或什么来中国，他们形容比如说中国很多的他们来往一些比较官员或文人阶级，他们常常注意到点说他们温文尔雅，就是说话很多的保留，不直接不坦白，这是常常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一个看法，对不对？但是里面包含什么？就情绪上的克制，就很奇怪，就今天中国这种东西不见。我觉得今天我们情绪那么剧烈的上下，有点像昆德拉讲的那种媚俗。昆德拉讲媚俗是什么？他讲比如说当年他们捷克共产党集会，然后全体人民都要堆一个笑脸，那个笑，然后大家一起哭，领导死了，然后任何时候都要一些很情绪化语言，我们今天欢天喜地的庆祝什么迎接什么是胜利吧吧吧，他这形容的就叫媚俗。可我觉得跟台湾人有点关系。为什么？我的觉得台湾人就很滥情，你知道吗？这个我上台湾，对，我就觉得爱哭啊，爱这，哎，这是不是一种文化不高的？啊，对不起啊，就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你看台湾特别爱哭吗？你不觉得或者就爱打呀？哎，这个我跟你讲，他有激情上，可能谈到政治，你如果讲到滥情，我就想到政治的悲情啊，那些就是可能在陈水扁时代很容易被煽动啊，就一群好像觉得就被欺负很久、压抑很久的台湾人啊，所以我们这是为了一种凝聚。所以我觉得刚刚文道说那种是一种统一的情绪，就是有些政治在他会要用情绪的一个控制统一呢，来达成他的一个领导的一个作用。但我还要讲一件事，说当这讲到我自己，就是说如果我妈常跟我讲说朱婷容易被人家激怒的时候，表示你这个弱点被说中，或是说你在她身上反映出你自己的一个弱点。 I mean 你的包容性很小，你对别人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社会包容性太小，才很容易被触动，你太容易被刺激了，因为你对。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见识小。